如果说滴灌系统的建立是我家庭院革命性的改变，那么换个智能浇水控制器就是让革命更胜券在握了。说法有些夸张，但我真心觉得无论是菜地滴灌还是草地喷洒，如果你还在用老式浇水控制，那么是时候换个智能控制器了。相信还没换的大家跟我们过去一样，用的都是这一类的浇水控制器。说实话，我自己从没有真正搞清楚怎么弄，即使这次会了，下次又忘了，还常常搞错 program 和不同分区。所以每到需要改变浇水时间长短或频率的时候，很是烦，只能依赖于我家理工男。有时候他没及时做，还会引发不必要的不愉快，特别是遇到突然下雨，如果没来得及关掉就白浇水不说，还可能引起积水。另外有个控制器不知怎么搞的，一停电就会乱套，必须重新设置，非常头疼。然而这一切烦恼在安装了智能浇水控制器之后就都轻松消除了。不同的分区可以命名为自己想要的名称，再也不会搞混，我自己就可以用十几秒从手机任意调整浇水的频率和时间，哪怕是出国休假了也可操作。下雨延迟设定可以根据天气预报自动避开雨天，也可以手动设定延迟，你当然也可以让它立刻浇水，这对调整测试新安装的滴灌特别方便，也可以快速检测是否有漏水现象等等。我已经享受这些方便两三个月了，很想分享给大家，但我家理工男安装第一个智能控制器时我没在场拍摄，正想着怎么办呢。 Emolaza 厂家给我寄了这款智能控制浇水器让我做测评，那就拍一下安装使用的过程给大家看看，供大家参考安装的难易程度。因为虽然不同品牌外观和应用程序界面有些差别，但本质我觉得都很相似。智能浇水控制器就是这样一个盒子，这个是室内用的，如果你想用在室外，就得先安装这样一个防水的外壳再套进去。很多品牌都有室内室外之分，大家买的时候要留心一下。我这个呢是要装在车库的，所以就不需要了。打开看看，跟普通控制器差不多，每种连接线都有很明确的标识，需要跟原有的完全对应。在移开旧控制器前，先要标注每一个区的接线，厂家很贴心的提供了小标签，贴上去就不会搞混了。都贴好后就可以把旧控制器彻底取下来。下一步安装新控制器，最重要的就是把接线按标识都连好。我家理工男总是在确定仪器都工作了才往墙上钉，大家也可以先固定在墙上，接好后插上电源就可以开始手机上的操作了。首先下载它的应用，打开后需要建立自己的账号，完成了就可以 sign in 登录进入。接下来需要扫描控制器上的二维码，把它添加到应用中，之后就是连接到自家的网络上，一步步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引，当然也可以参考它的设置指南。所有连接成功后，就可以在应用中设立灌溉分区、浇水时间、是否智能等等，都是很容易理解的选项。如果有些你还不确定的话，那过后再改变也非常简单，确定一切都工作正常了，就可以做最终固定。厂家有提供所有的钉子以及这样的模子，可以照着它来确定螺丝位置，最后固定好螺丝，把外面的盖子加上去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简单吧，我们总共用了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。虽然以后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在手机上进行，但从它的面板其实也可以做简单操作，比如选择分区来及时启动或关闭浇水，算是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。 Emolaza 有很多智能控制的设置，除了雨天还有刮风和霜冻，我现在还没有用到所有智能化功能，慢慢再开发吧。这个控制器已经工作了一个半月了，包括我去欧洲休假的那近20天，到目前为止运行一切正常，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缺点。
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直观感受一下智能浇水控制器的安装和使用。市场上有不少选择，基本上大同小异，非常推荐大家更新换代一下，真的是早用早享受。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